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平时我给我们的狗吃这个鸡蛋呢，都给它剥了。今天我看看不剥，看它怎么吃。那个呀，看看这个鸡蛋，没剥，看吃吧。不是每次爷爷都给你剥，你自己剥。哎，吃袋的，Lucky，吃吧。吧 你看我干嘛？平时给你剥了，现在自己剥吧。来，吃自己吃，以后要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。好吧，你这么大了都，你十几了？你十一了？哟，1月6号啊，1月6号就11岁了，11年了。啊，你干嘛？这是，侧面。哦，这碗也太滑，他现在把它拿到布上去了，你这一番教育还管用啊！哎，对，坐坐。接近奇迹的时候到了，你看，我的妈呀！这是自己第一次剥鸡蛋皮儿，平时都是我们给它剥了个吃。今天也是突发奇想，看看它怎么吃，不给它剥鸡蛋皮怎么吃？人到最后啊，没办法了，也要自己剥。你看。完了，你今天吃完了鸡蛋，这个单子也得洗了。还不如剥一个鸡蛋皮省事。就是呢。最后一点儿，最后一点儿。这个吃鸡蛋皮吃下去也没事儿，这鸡蛋皮也是钙嘛，对吧？不知道大家看过狗带着鸡蛋皮怎么吃鸡蛋的吗？现在剩下一些鸡蛋皮了。嗯，不能干巴呀！哎，那个鸡蛋皮放在放在垃圾桶里。哎，好嘞，行了，好嘞，好嘞。他每次啊拿了垃圾啊扔垃圾桶里啊，都等着一个奖赏。别动啊！别动。Stay. Stay. Stay. Go. 啊，好，表现不错啊！谢谢大家收看。再见。